怕狗跑了。把这木头给这个给烂花盆了。哎，这个花盆这给烂坏了。没事，哎呦。OK OK。Tomorrow 就 service，tomorrow service。你的面很好，我跟你说，也许装完一会儿装，马上就下雨。不，今儿白天没事。有雨，暴的有雨。这裂似的。惊心动魄呀！哎，总算这危险的干完了，剩下是利息的。来，我往这塞东西。塞啥？塞啥？塞着木头，帮我撬一撬。哎，这木头给你削起来。哎，这板子嘛多好，这国内这板子没日啊，这老。行，告斧砸一砸它。你给别个锤把砸石头啊？你干啥呀？砸他干啥？砸靴子。行行行，你不整不整，歇会儿歇会儿，哎，把这狼装上。看这不是干活的料。明儿早上呢，我再来，我搁底下这东西，安全保险他俩。耍猴嘛，可不就耍你呗。哎，这危险的总算干完了。剩下的利息，多亏大哥来了，郑哥来了，要不何大哥他俩真是干不了。哇，你看这玩意儿，比我猪猪大十岁，那也比我大三岁，那个去手术伤了。哎呦，大哥手都。郑哥别挑理啊，别生气啊，别吃饭不叫，干活叫了。接下来深厚的阶级友谊。你要你这种事儿，你收拾东西，把那给收拾，又下雨当着是，完了收拾干净，我吹风机吹出来。把那给人锯完了，我就装车。我知道，你把装车才能收拾了。你锯我们收拾，我们收拾，我们收拾，你先完了，你先把这锯了。你先把那个。咱俩把这装几块，这完事儿。行，完小张俩明儿来整。去年给他修的家。我们家后院两棵猴哥给锯的。哎，但是有一棵是桑葚树。对，那桑葚留着多好。吃桑葚，那他们一到夏天的时候都接那黑籽的那籽儿，多好吃啊！不行，落可地都是，收拾不干净。完就留了一棵苹果树，去年苹果结的特别好，哎呀，真奇了怪了，去年的苹果。换个锯条，换新锯的，不行，锯的。哎，来，锯条吧。别装在顶上了，大哥，不整了。明天把这几个大艺术品、艺术造型，各种让它摆的。艺术家是不是？后院摆的确实好看。给你拉去。你叫对了。没跟你说，您是您这叫吃不了。您是多伦多大地主，您后院大。你这就叫吃不了烂布了。俩玩意都拿我开心吧。你俩搁这刚才保证没说过好话，没有没有，我在跟前来的，就说你好话了，夸你勤劳能干，勤俭持家，真夸你了，俩大哥给你夸的呢，发秃噜皮了，我晒的多花啊，啊，其实猴哥是见面的时候挺烦他的，不见面还挺想，猴哥也属猴座。我属猴，姓猴还属猴，还干的是猴活。皮姐，猴皮。
行啊，行。哎，好了，好了，就这种。行吗？哎，行，可以。你俩慢慢整，我踢我抬不动，等我这仨抬。好，抬得动，抬不动啊！走你！你别浪费了。行，放放放放。大哥装不下，全是力气。四个，全是力气。不推他，不推他，他上来。那么大腿，这也是大。别往后推，放。这么推，推过来。越近越好。对。怕狗跑了，把那木头给这个拉花盆来。哎，这个花盆，这个给落坏了。不行，老板。OK OK。Tomorrow 就 service。好。哦。看到了。啊，那你。你的，你的。哎呀，你的嘿。哎。哦，哎呀，个子，是吧？He is 55。What？我说你55。人家到健身房都得花钱，嗯，您这我刚才那个外国小子还说他肌肉呢，那没关系，肌肉男，猛男现在叫，其实他心里高兴着呢，对了，高兴，累的心里高兴，累瘦的都像猴似的，真像猴似的，你就观察他，就观察他，干事的。行，最后下来吧，这个顶混时间了，太顶臭。倒退20年，拉完砖你不用砍树了。卖小舅呢？我给这几个拉。你看郑哥穿的就正式，那鞋都是工装。那是必须的啊，形式大于、就是、一定要大于内容。等我非得我也是拉没这种，拉我更装。那还你。正好了。